肘子。牛骨髓，哎呀，我烫死了，你们先吃。
刚出锅。你可以做点。多么真实，多么真实。哇，太烫了。烫死我了，老大一根了，这都。一会儿再剪。哇塞，你尝尝，满管的，让你们看看真正的牛骨髓。瞅见没有？下次让它切短点儿，上头了。